大部分同学应该，只要刮胡位置没有错的话了哦，那应该做出来，我想应该没有什么太大啊。怕是说那个，因为 and 偶尔 and 本身有个刮胡，里面有个偶尔有个刮胡啊，所以你那个刮胡要一对哦，不要说有前面没后面，或者是放错位置，那基本应该就没有很快可以把这个给做完的哦。那 VA 的话呢，我先按个按钮，也是 show 啊，也是自定函数。那给它两个资料，一个是年龄，一个是户籍，然后这也可以帮我产生。那这部分当然 VBA 部分哈，也许我们再插入一个新的模组好了。啊，我讲过这个模组也可以分类，不同的工作表你也许可以给不同模组。那这部分的话呢，我是放在这边一个上安养中心，安养中心，然后 OK，总共会有这个安养中心有三个啊，总共有这几段。那我们直接拿这个来看的，然后这样比较快。安养中心。那最后输出的话是否不要符合条件部分，我直接把它改成是或否，是否，好，那基本上哦，这边的写法是一样插入一个 sub 安养中心，那然后呢是for i 等于第五到最下面一点，最下面一点的写法请各位这个要特别注意啊，你这个向下追踪的这种写法很重要。因为以后，如果你希望你的这个程式是活的，那你就是不要自己去抓那个最下一列的位置，而应该要写向下追踪这样的一些写法。像这样的写法该怎么写？比如原来假设是五到一百好了，假设这样子，那我怎么向下追踪的哈？特别注意哦，有个概念，它的概念就是说，你先去找哪一个栏位里面，它中间一定会有资料的，一定会有资料的那一栏。就是所谓的，如果资料库就是它，就是我们 key，就是我们那一栏里面一定要有资料，绝对不会空白的那一栏。那你可以怎么样向下追踪，Ctrl 向下，那你会发现哦，这个时候它会帮你什么停到第哪一点呢？第33点。那目前啊，这底下这个说明把它删掉了，因为这个不需要，它会停在这里。Ctrl 向下，这个概念哦，如果要把它写到 VBA 里面该怎么写？一，你要先知道。它最上面这一个出生格在哪里？有点像用它，Ctrl 向下追踪。那写法的话呢，基本上我的写法是直接把原来可能原来写按三哦，假如案例就把它改成什么？从那个储存格，那个储存格是 A4，储存格。那特别注意哈，储存格除了可以用 Cells 之外，另外你还可以用另外物件叫 Range。这个 Range 物件哦，顾名思义嘛，范围。不过除了范围之外，它也可以指的是单单一个储存格，那这里我问你想说为什么会用那个 range 不用 cells？那打一个看就知道了，A4。如果说用 range 的话，你要指向某一个储存格，你直接怎么样，在 range 里面呢放个 A4 就可以了。但是如果你用 cells 的话，你也可以啦，但是你要把 cells 前括弧是逗点 A。相对的嘛，我觉得啦，以直觉来看哦，range 会比较好理解。所以有时候，如果你不是要跑回圈啦，为什么？因为用 sales 主要是针对那回圈里面的那个位置，在它我们会有一个哪一点嘛，会 ID 啊，你可以用 sales。但是如果你是固定指的是某一个储存格的话，我是建议你用 range。然后向下追踪，向下怎么去表示？打一个一，这边会有个属性叫 end，end 指的是边界。那边界一个范围，好几个边界啊，可能有向下、向上、向左、向右，有没有一个范围嘛？反正你是有源不断就放，它怎么这个地方的话，你前刮弧，它会跳出什么？上下左右，它问你说，那你要追踪是跟从 A2 向哪个方向追踪啊？那你又跟他说，我要向下追踪，这边的话会有个 XL 档，特别重要，这个最好是用刮弧自己产生的啊，千万不要。不太建议用自己打，因为自己的同学嘛，看起来都没错，但是一直错，一直没法执行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它 x，它把 l 看成一，它就打一，x 一不对啊，这是 sl，当后刮点，那你要请问你要什么？你现在在哪一列？所以呢，就打一个 row row，意思就是说呢，它会从追踪到的那个边界告诉你。他现在正在哪一点？利用这样方式的话，你就可以取得你那个现在最下面那个讯息。也就是说，未来如果你的列增加，
它也会增加，你的裂减少，哎，它也会减少。OK，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吧？那这很重要，它常用到。好，为什么？如果你不会这个方法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知道说，哎，我到底我的资料是有几笔资料。好，所以这个部分很重要，我就把它先讲一下。OK， 好，这个地方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我们来试一下。底下的话，如果它的那个低栏的话是年龄啊，如果低栏里面是70，大于的70，而且 right 两个字，什么呢？哎，它是美式的话，哎，啊，我用 right 啊，当然你这个地方可以再用一个 over， 不过哈，在 VBA 里面再加个 over， 然后是比较麻烦，用 right 比较简单，所以我是用 right 啊。那你就在 G 栏里面输出什么？输出是否 OK？ 类似像这样，那来试一下。基本上写完这样之后的话，再加上一个按钮，这边按钮刚刚讲过，插入一个表单控制项，拖拉一下，它那个东西叫做按钮中心。那我把这个按钮中心复制一下，我一样把这个加到那个我的按钮的上面。好，试一下啊，看这样按下去会不会自动输出？没错，是否怎么是不一样？这应该是4才对，是啊，我这边好像没有完成这个。OK， 好，对，没错哈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我就可以很快速。另外就是比较重要，就是说，我这边哈，假如资料怎么样，假如增加或减少，假如我把它再多增加个几个资料，比如说在底下这边，那我把这边再删除。比如说再增加了三笔记录好，那之前因为会只有到33，所以跑到那张记下来。但是如果现在这样的方式，我们来试一下，直接执行，因为它会向下追踪，所以追踪看一下有没有，你会发现下面的也会。OK， 不会说跑到33啊没有了，那下次怎么办呢？你还自己在 VBA 程式再改，对啊，每次都要再改一次。哦，所以特别注意哦，这个地方哦比较重要就是。把那个刚刚我们写的追踪最下面一列部分，我把它补上这个哦 ，OK， 就是用感觉方式啊，这个叙述还蛮重要的。那未来还有什么地方会用到呢？向下追踪 ，OK， 未来还会向右追踪哪一栏？因为你们人数知道的话，那你可以怎么把这个 end 改成什么呢？改成这样子。其实如果你要向右追踪的话，就是 XL 补 right， 然后呢去追踪哪一栏的话，就是这边可以用什么？Column C O L U N 啊，如果你要追踪是最右边一栏的话，那就是栏，最下面是 row。OK， 所以Excel 的 VBA 它会利用这些讯息让你知道说你的资料到底范围最右跟最下到哪。如果你最右跟最下都知道的话，那以后要处理这个范围资料就很简单了。哦，跑个回圈，告诉他说几栏几列，他就帮你全跑完了。这样子你资料就处理完毕了哦。OK， 所以这边的话呢，我想各位。哎，先试试看这个安养中心的这个部分哈。安养中心除了可以用那个安养中心，我刚上面就用那个 right， 啊，底下其实也可以把它改成 over 啦。over 似乎又会比 right 哈，其实来的麻烦许多。好，所以有时候写程式就这样，那尽可能方法很多啦，你可能越写越简单，不要越写越麻烦，不要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哈。OK， 然后最后的话有个方卷，那请各位，我想这个跟前面很多都雷同了哈，这个部分我想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哈，那我们也休息一下好了，那待会再来。